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ike 大叔哦。这间豪记水饺在孤岭街这边哦。好，但是它是很有名的水饺店哦。好，这个是它全部的品项哦。那如果现场买20粒有吗？就那个韭黄猪肉水饺，煮的吗？哎，煮的，对，有啊。好，那我买20粒。20块猪肉。对。2月1号就涨价了，涨价涨到210哦。涨30块。嗯。多少30块？玻璃菜。都一样，150。猪肉150啦，虾100，210啦。都涨价了哈。这样，哎。这个是店内的各种蘸料。好，店内不大，大概差不多5-6个人的位置。水饺都是先包的哦。这个是店内的名片，然后还有品项。好，猪笋汤哦，30元。现在有这么多笋片哦。很清甜哦，好，今天一定要点一碗竹笋汤哦，很好喝。好，好，那韭黄猪水饺进来了哦。好，那就是这样。好，马上吃一颗看看。麦克大叔已经吃了，那就是可以看得到这个猪肉很新鲜，然后有葱花，然后吃起来味道蛮浓郁的哦，不沾酱味道就很够。好，各位如果来住孤岭街这边的话，就可以来这边豪记水饺来消费看看哦。好，这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水饺店，那各位有来就住，各位用餐愉快，拜拜。